小行星99942阿波菲斯的直径估计约为370公尺1210英尺。第一次观测小行星99942阿波菲斯是什么时候？2004年12月27日首次观测小行星99942阿波菲斯。小行星99942阿波菲斯在2029年与地球相撞的几率为零。小行星99942阿波菲斯在2036年与地球相撞的几率为零。小行星99942阿波菲斯于2029年4月13日与地球相撞的几率为零。